呢在 Facebook 上呢放了一张自己手术后的照片，表示呢现在的手术是非常的成功。而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，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看起来有点眼神有点朦胧哦。这手背上还插的点滴滴管，左胸前面也贴有这个监视的仪器。但是为了不让粉丝们担心，他现在上传的照片说，非常感谢上帝让手术很成功，目前要等待膝盖伤势进行复健恢复，也感谢大家的支持。